王一博1999年8月5日出生于中国重庆，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年轻艺术家。他以其多才多艺和独特的高冷魅力迅速赢得了众人的喜爱和关注，无论是在音乐、演技还是时尚领域，王一博都展现出了自己的多面艺术之路。作为一位歌手，王一博有着清澈甜美的嗓音和独特的音乐风格。他的首支个人单曲《心动》不仅在发布后迅速走红，还获得了众多音乐奖项的肯定。他的歌曲充满了灵魂与力量，深深地触动着每一个听众的心灵。不仅如此，王一博还亲自参与了歌曲的制作和编舞，展现出了他在音乐方面的全面能力和独特创造力。除了音乐领域，王一博还展现了出色的演技。他参演的电视剧《陈情令》中饰演的魏无羡一角深入人心，引发了广大观众的热烈追捧。王一博通过精湛的演技和诠释，将这个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，令人难以忘怀。他不断挑战自我，在每一个作品中都展现出了自己的出色演技和专业素养。在时尚领域，王一博更是被誉为时尚界的风向标。他总是能够穿搭出别具一格的衣着风格，将简单的服饰变得别具一格，充满个人特色。他的时尚品味和敏锐的时尚眼光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和喜爱，他成为了许多品牌的代言人，不仅展现了他在时尚界的影响力，也彰显出他对于艺术和时尚的独到见解。王一博以其多面艺术之路和高冷魅力征服了无数人的心，他用青春和才华证明了自己在艺术界的分量和实力。他的音乐、演技和时尚品味不仅展现了他的多重魅力，也展示了他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。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生活中，王一博都充满了魅力与自信，展现出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风范。让我们拭目以待，期待着他在未来更多领域中的精彩表现。